谦儿，小谦儿，老谦儿，你干啥呀？我这下了火车就让你给薅过来了，你我也没弄明白，你就给我松开行不行？我答应你，我肯定不跑，行不行？不嘛，陆哥，你是不是又长个了？没长。太好了，千万别长了。我现在看你看时间长了，都容易翻白眼的。你快给我松开吧，这都起痱子了。你就告我，今天你给我弄来，到底是啥事儿？陆哥，好事儿，咱们社区保安于小脸说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定要在今天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。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和你有关系啊。怎么呢？你是不是踢球的？对呀。球是不是圆的？对呀。你踢的那么好，说明你脑袋转得快呀，聪明啊。不是，我球踢得好跟脑袋有啥关系吗？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把你脑袋摘下来当球踢。也是。这小时我倒是听我爷这么讲过，不，但是你有点误会啊。我呢，是守门的啊。告辞，这事我帮不了你。陆哥，小倩啊，小倩，小倩，这是你说那朋友不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个，不，你是。于小脸啊，干啥？真是你呀、啊！你就敢穿这出出来？别吵吵吵吵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你懂啥呀？这是2017年最新流行风，混搭风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早上出门太着急，把我爸衣服穿出来了。但是这衣服很合身啊，特别这袜子贼跟脚。你还能不能行了？行行行行行，过来。这就你跟我说你那朋友于小脸啊？啊，你这忙我帮不了。咋的呢？不是，你看我啊，是踢足球的啊，他足球是圆的吧？对啊。你看你朋友那形状，他这样式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赶紧找一个橄榄球运动员，兴许能帮上你。我得走了。哥，真棒！你说我是在这整个造型，你俩吵吵什么玩意儿？这谁呀？啊？来了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哎，我认识你，他就是天津不健全足球俱乐部的足球队队长张璐，是不是？于小脸，咋的了？是健全天津健全哦，是全健全健天津全健。哎，干啥？你看你。激弄啥呀？你是队长，全健健不健全的你定，行不行？啊！哎，干啥呢？你这咋的了？你这是太激动了啊！特别激动啊！你咋出来了呢？你这时候不应该在电视里面踢球呢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这玩意儿，说出来就出来，多神奇啊！不是我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知道你压力大，你知道吧？遇到什么难事儿，现在我劝你马上回到场上去，场上不能守门员呢。于小脸，于小脸，啊，回哪去啊？咋的了？他是我叫来的，你叫来的，帮咱们忙吗？王成，你过来，帮什么忙啊？你不说今天要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吗？他过来是帮这忙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，你都跟他交代清楚了？那是必须的。小倩，你干得漂亮啊你！哎呀，陆哥，感谢啊，感谢！这家球都不踢了，从电视里蹦出来帮我。你看这玩意儿啊，哎，这个局面啊特别完美啊，让我想起了一句话。俗话说得好，三个诸葛亮顶一个诸葛亮。那是三个诸葛亮顶一个臭皮匠。什么玩意？那是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。
你是队长，几个诸葛亮你定。对对，你定。哎，看着没？要是帮忙的话，他多少有点紧张。我开导开导。对对对。陆哥，哎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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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你放松，你别水当尿裤的，你。站直了。对。不要瞧不起自己啊！明白了吗？还啊？你就是个看门的，我小区里面站岗的，那不总是看大门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记住了啊，咱们这个职业很光荣，咱们这个职业很伟大。我跟你说，咱俩不是同行，我都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这一说，我就无力反驳啊。不用反驳，既来之。则安之，明白了吗？接下来的节奏我带动你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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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还有两分钟，他就要来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啊！来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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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状态啊，状态，来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让我们迎接今天的女主角，迎接她的到来。啊，开饭了！看，站好！好像叫开饭了。什么玩意儿就开饭了？什么玩意儿就吃饭、啊？这都俩点都过去了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俩点了？你那朋友是不是丢了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要这么说，真的，他平时稀了麻哈的，妈呀，这么长时间没来了，那估计可能真走丢了。哎呦我的，你说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这点了，他咋还不来呢？啊！我来了。这个，哎呀，秘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咋才来呢？我们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事，俺们刚才都睡着了。啊？没有，刚才没睡好，不是，那个没事，就等你。哎呀，没无所谓，你来了就行了。你今天找我啥事儿，李小雅？秘密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要把一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这个可爱的小妹。于小脸说呀、啊，要在今天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。馅儿啊，甜你啊！啊，还没介绍啊？来来来，介绍一下，她就是我的好闺蜜，秘密。你好，你好。她，我同学王小倩。嗨。怎么了吧？那啥？嗯。这嘎子还有一位。张璐。微博雷嗓子，我等别人。那啥，认识啊？我咋能不认识啊？张璐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看看，我天哪，真是你呀、啊！天津全市闪电案件队长张璐吗？哎，我总看你新闻，你做的一路陪伴公益活动嘛，支持校园足球发展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看你走进农民工子弟小学，跟孩子们在一起一起踢球。张璐，你太有爱心了，你是我学习的榜样啊！哎，你下次再有点好事儿，能不能带上我？我也想去。哎，对了，
有一天我看你比赛脑袋撞门杆子上了，哎呀给我担心的呀。好了，有问题干啥呢？啥呀，今天从电视里蹦出来不踢球了？你也不来看球呢，你说你这个。再一个王倩，你说来你家了，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得张罗起来呀？啊，对，到这儿了啊，就像到家一样，随便啊。哎，你仨穿的是不是有点多呀？把外套脱了吧。是我爸这个衣服不透气，有点热。你家是吧？你家确实温度有点高。对，咱气还没停呢。你看你这扯话。太热了，你家真的，你家真的太热。这个画面呀，太温馨了，我一定要拍张照片留个纪念。小脸啊，看看你的全家福行不？啥呀？怎么还全家福？咋的？还一家三口啊？完这不是不好意思，说，就是个很简单的撞衫。这太巧了。那啥，哎呀，对，秘密。嗯。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，就王小倩啊，以前学过美容美发，做饭老好吃了啊。那啥，小倩，上后厨，露出那么一手。行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忌口的？我不忌口，啥都行。别放葱。哎呀妈呀，这沙发，你家沙发换一个不得劲儿。那啥，小倩儿还坐吗？那得坐呀，我家里边有俩茄子，我给你们拌个白糖去啊。这个局面估计是谁也走不了了。哎，你过来了，过来，干啥呢？整啥玩意儿呢？你俩别动。看着没啊，都要往一起坐了啊，说明白没啊，咋回事啊？你不说要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吗？是啊，这给谁促成美好一段姻缘呢？不是他俩吗？谁俩呀？我是说今天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是指我和秘密。这你呀？啊，那我看他俩挺合适的呢。我弄死你了。小脸别急眼，别老推我，你想招啊？想招快点，这我把他支走，哎，让他走，赶紧让他走，对，快去，稳定。那个，哎呦我的妈，那谁，那个，陆哥，哎，你现在是不是没啥事儿？我没事儿啊。那你去趟哈尔滨呗。啊？我干啥去啊？我想吃哈尔滨红肠了。啊，你给我买俩去。啊，对，快去快回啊。我等你。我说王小倩，你咋知道我刚从哈尔滨回来？全是红毯。来，你吃啥味儿？你挑，大的、长的、短的，啥都有，你挑一个来。谢谢不？哼哼，小脸，不巧不成熟，对上了。你看，你坐着，你看，这时候他还有心情在这练成语呢。干啥？这。你安排好，别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真的。我去问问秘密去，问他啥呀？吃不吃红肠啊？吃什么红肠啊？我问问他喜不喜欢你。现在不去不赶趟了。对，这个很这，快，小倩，拜托你了，快上。爸，好多袋红肠啊。那个，那什么，秘密啊？嗯。我想问你个事儿。啊。你看啊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又这么漂亮，到底儿想找个什么样的男孩啊？我喜欢那种吧，高高的，瘦瘦的，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
最好能守好大门的。这说的不就是你吗？有责任心，有大胆。怎么大胆啊？啊，不对，有担当，还会守门，成了。淡定，淡定啊！这个时候拿出风度来，淡定啊！淡定，淡定，去，赶紧去，上上上，上啊！上去，加油啊！加油！看好你，看好你。那个，没事，别上火。你说我守了这么长时间门，终于守到了一个自己想守的人。走吧。干啥去啊？出去看电影，喝咖啡啥的。亮亮啊，你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今天。啥意思啊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咱把这事好好捋一捋啊，咱们必须说清楚，同样是看门的，有什么差距啊？来，张总，你站起来，来。小亮，你这是干啥？我跟你说，不是冲你啊，我冲的是咱这份职业，冲的是咱这份热爱啊。来，咱说明白，行不行？来，你告诉我，来，你平时，你看门都怎么看？戴好，戴副手，我就戴手套呗。戴上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看着没？这么熟，这么熟，咋的呀？还给我俩套装备啊？啊？谁没有啊？啊？就你有啊？那么厚不热吗？啊？漂白不？啊？看看没？从小就戴，是吗？当时在乐队的时候。这玩意儿擦鞋才亮啊。妹妹往这儿瞄一眼看看英不英姿，飒不飒爽。输了输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再说你看门的时候你平时你都怎么指挥？一般我守门嘛，所有人啊注意力集中了，这个今天为了这座城市的荣耀，为了所有球迷的梦想，兄弟们越是累的时候，越是彰显你们男人本色的时候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太帅了！你操，放点去！啥玩意儿就太帅了？乌了号风的喊啥呀？这！你看这才是你说的那大当呢。半场球没踢，嗓子是不是得哑喽？我说你们这是带着装备都不全，那还用那么喊吗？真有意思，咱有装备，咱们指挥队友报这个。老王，老王，让车进来吧，我这还有个车位。这看着科学，这玩意儿你看科学。你别着跟着他喊的那什么啥的，都听不出来个数。你看咱这个带节奏的，来刷卡站台，站台对你比较从这儿往里走，回家睡一宿，第二天起来了你继续往外走，来刷卡。你小俩，过来。哎呀，看着没？叫我呢，没叫你。咋的了？于小亮、你干啥呢？你俩职业本来就不一样，往一起比啥呀？人家那个门、只能往外扑，不能往里进。那我的咋的？出入自如啊，最多能算个早出晚归。不是你这话你说的啥意思啊？你别啥意思了，兄弟，你过来吧。我呢是看明白了。今天啊，我本来是想给你帮个忙，可能是帮倒忙。就好比啊。你要进了个球，完让我给扑出去了，尴尬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对不住，我得先走。没事，尴尬。有事，没打电话啊。你说他是不是脑袋缺点啥？啊？你还是在那，还是什么进个球给扑？咱踢球了吗？没踢球，光拿肠了吗？是啊，戴个手套，他扑球啥时候玩球了？球搁哪呢？球到了。于小俩，怎么了？他捶我的小胸口，冷静。于小亮，没想到咱俩做闺蜜这么多年，你对我这么好。
今天哈，你一直跟我说给我个惊喜，给我个惊喜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大一个惊喜！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秘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秘密？什么玩意儿惊喜呀、啊？我看见张璐了。他刚才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他说他看上张璐了。李霞，他说的是他看见张璐了，是看上，看见，看上，真是这么说的啊？俗话说得好，同行都是冤家。瞅啥呀，朱毅？问问他，到底是看上了你，还是看见了？嘿嘿嘿，快乐是个宝贝，谁找到了谁不累？嘿嘿嘿，快乐是个蛋糕，谁分享谁就嗨皮。都是身边最好